世间事，大行有。同款无同师傅。我是谢欣妮，我是曾阳晴。欢迎收看《高点新科技》。而且恭喜恭喜！我中乐透没？不是啦，啊、我今年一届父亲节，可别来了，赶紧恭喜！啊、什麼好恭喜的，啊，不然搞庆祝啊！讲了嘛对呢，大概父亲节吼，当作侪人咧唱妈妈的歌，娱乐妈妈，讲妈妈伟大。阿凯拢无娱乐恁家的查甫人啊？有啊，拢无人像弟弟像月亮一样照亮我，咱们唱拢无呢。系啊，恁倒是电火球啊，所以不需要月亮嘛。无啦，我相信是咱这做爸爸的吼，大家拢想无用啦。哦，所以你也检讨啦。好啦，检讨啦。但是你敢知影有一个行业吼，足无用的哦，无名无利，啊，拢牺牲奉的。伊的囡仔无乖，佮对着伊的脚步来做同款的事业。是甚物行业？不是总统哦。上好不是，是咱的牧师。哦，牧师，今天咱请到两对父子党佮妇女党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咱分享因的酸甜苦辣。好，咱来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教会牧师的工作真无闲，责任嘛真重，变作兼顾教会、会友佮家庭。实在是牧师因真重要的课题之一。今仔日的父亲节特辑，请到牧师家庭的亲子，甲大家来讲看卖，牧师伫奉献甲生活之间，免怎找到平衡点，并且成功经营亲子关系。杨晴，是，我古早吼拢想讲，做民意代表足无用的，透早爱上上山，暗时爱上日房。我来到新港讲了，实在足侪无输。我较知影讲无输比民意代表更加可怜呢。因是 7-11 啊。系啊。24 hours standby。比妇产科医生更加可怜。真假？妇产科佫会当抓预产期，做无输拢抓袂到。啊，做无输真哩无用，啊因要怎照顾厝的？系啊。啊，佫囡仔嘞。我想囡仔应该嘛是怨叹吧。嘿，咱今天来听这怨叹的囡仔的声音啊，不是，我们请到两对父子跟父女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对呢是这个中立长老教会的牧师连江和连牧师。嗨，大家好。还有他的千金哈，目前正在这个台神哈念这个神学生哈，是连思怡连小姐。大家好。伊就咱已经退休，但是咧退而不休的咱的牧师哈，戴连德戴牧师。嗨，观众朋友，大家平安。伊记得义工长老教会牧师郑英娥郑牧师。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这不是爸爸，啊！你当初喊你无言，啊，搁爱牧会，搁爱讲道，啊，搁爱辅导，啊，搁爱主持婚礼，其实我做牧师吼，什么拢包啦，哦，包天包财包山包地啊，你当初敢有时间来照顾厝的，甲照顾囡仔？我想，甲一般的老爸老母，原来应该是同款，既然有囡仔，啊，细汉啊，都爱甲伊做伙，啊，应该尽量都爱半时间给伊。啊，因为我本身是这个创办这生命线种种家哦，啊，我特别是咧家庭协谈，啊，继续啊，所以家己定在咧鼓励人家庭着安怎吼？你本身我呐都爱拍拼讲，哎，我都爱做一个较好的老爸，所以尽量拿你外面咧泡哦，等来暗时甲这囡仔做阵食饭，迄是头一个。未使跟他夹夹暗顿啊，你啊咧，还要做什么？对啊，对啊，来，我那找机会跟这囡仔讲话啊。细汉的时阵，安怎跟伊计较？啊，较大汉来了吼，啊，因都我那跑来跑去啊。不过咱定啊，感觉讲，希望有迄个，的确有迄个机会。啊，我想上要紧，不是干那我啦，是伊的妈妈嘛，真要紧。伊的妈妈的角色吼，虽然因今仔日伊无来伫即款的所在，不过夫妇安怎要甲带这囡仔互伊安尼？会感觉一个家庭，我想甲普通的爸母应该是同款爱照顾啦。爸爸说的对吗？我国小的时代，爸爸就常常教我牧会啦。后来我国小毕业了，对初中入去了，爸爸其实那其实较侪时间做社会工作，伊去做龙林会、做福谈会啊，开创生命线、协谈中心。迄个时阵伊无伫教会牧会，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对于初中一直到我大学的时代，其实爸爸在那里做社会工作，所以阵啊无伫教会。但是迄个成长的过程，真侪是伫家庭内面，甲爸爸妈妈较有机会做伙啦。迄个时阵真的较有机会做伙。你算较幸运啦，有影咧吼，找迄个机会。爸爸伫遐做社会工作，但是你为虾米会想要做牧师？是妈妈有甲我鼓励啦，妈妈捌甲我鼓励。那是后来我考大学咧停课，停课两边的中间，妈妈捌甲我鼓励，讲看要去读神学院无啦。因为伊讲吼，阿未生我之前，我两个哥哥，但是两个哥哥拢早产，所以出生了三四天就过身啊。所以阵有生的时阵，有怀孕我的时阵，迄阵妈妈有甲上帝立约啦，就是讲将来这个囡仔那安全生来的时阵，要奉献给上帝啦。但伊无甲我讲，等下我咧停课大学的时阵再甲我讲啦。我怎啊第一个反应是甲妈妈讲吼，若要去读神学院，我等我大学读了以后，我再去读，唔通即马考袂着大学再去读哦。所以怎啊是安尼甲回应？但是尾啊伫读大学的中间，慢慢参加一挂咱的宴会、书记，啊甲休馆一挂宴会了。伫迄中间宴会内面，看见着上帝护照，啊，佫一遍一遍哪来哪清楚。未啊，再要行这条献身的路啊！当初爸爸是无赞成，无赞成。哦，想怎？在这个调兵，即马来做博士的一生啦，唔通讲途中的啦。对啦，因为我的妈妈的迄个我阿舅吼，三个去读神学院，因迄个外公吼，头摆信的是足热心，三个拢去读神学院，所以三个拢去读，所以三个吼拢中途无去。哦。所以我老爸不是讲做博士都爱头到尾。还有调兵，所以我真爱伊讲，后来你做兵了，你中间的经验阁看卖，啊那安尼要阁读，迄就是实在呀啦，那望上帝真正调兵。连牧师级别呢？哎，你当时你起码过去做牧师嘛，对不对？好啊，其实这个生女儿的时候，哎，那时候你已经在牧会了嘛？哎，对。OK， 连牧师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我是头一代啦。哦，头一代这个无讲，足宝贵。是啊是啊。第一代的基督徒哈，那我相信一定有神经清楚的呼召嘛哈。啊，那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嘛无啦，讲起来是真奇妙啦哈。咱讲伊，我阿妈做当机哈。啊哟。啊，我自细汉的时候帮阿妈。啊！伫个所在啊，写迄个油单，徛倒头啦吼。啊，你看这个壶啊，要高高个灶卡，这个壶啊，要高个房间个啊，会当互厝个人会当啊保平安呢。真的多才多艺。伊厝个人未晓写字啊，我读高中都会晓写这字。啊，我后来是因为我有同学啊，是教会青年啊，因为伫庄卡啊读册，个厝个读册无真好个环境啊，同学讲咱来去教会读册啊，都真好啊。所以厝里人讲，哎，去教会读册真好啊，啊，所以无反对哈，啊，所以我后来就安尼进入的教会，啊，甲遐青年人做伙，啊，安尼伫教会生活哈，做伙读圣经，啊，做伙唱歌嘛，做伙啊，佚佗啦哈，活动，啊，我真感动的是，啊，我伫遐头一摆接触到啊，人讲牧师啊，是讲团队，啊，伊讲的话拢真安尼，真有道理，啊，真有智慧。啊，你啊品格嘛真好吼，啊真有幽默感，啊对人嘛真亲切，啊我真大个感动吼。较深的经验啊，实在是该讲我一摆啊伫做兵的时，啊参加一摆演习，啊我伫迄个啊据点做一个碉堡吼，一个据点的班长吼。啊做一摆演习的中间，啊都爱假扮迄个匪军吼，来讲话一边啊。哎，5000公尺的迄个啊前副武装游泳。哎呦，哎，啊，无人会晓收水，我来去收水啊嘞。你收5000哦？啊，其实无收5000，差不多是500呢。哦，5000我用不诶。收5000，遐个拍起来就软卡。上要紧是我连收50都收未到，啊，其实我掉下去的时候差不多有5公尺。啊，就沉下去了。是，哎，而且再沉，再会经历生命的迄个关头，哈，哎，啊，到最后的时候，迄个死亡的迄个经历，哈，甲写下差不多一生的经过，哈，伫个短短差不多20-30秒，从小一直到啊这个时候，哈，好像放电影这样，一幕一幕同啊头脑这样过去，啊，到最后是讲啊，我就记得讲，上帝啊，我今日敢真正。哎，死伫这个所在哈，啊，求你来救我呢哈！当我祷告完，
安尼祈祷了的时吼，啊，就两个人扶着我的啊，这个啥，这个手，啊，帮我一直往前游。啊，我那时候也丢掉我的钢盔，嘛丢掉我的枪，所以我是经历迄、那个生命的死亡哈、嗯。啊，第一拜安尼我起来时就，我就真大感动。嗯嗯啊，所以嘛下定决心吼，所以佮等来替我了时啊。啊，教会牧师鼓励我读新人语，啊，就我就来去读新人语。啊，实在是出自羡慕啦，真羡慕做安尼团队的工。啊，你讲对上帝真大的呼召吼，那想起来实在是啊，真肤浅啊。不过我感觉上帝的引导吼，真奥妙啦吼。啊，一步一步，一站过一站，到今日就哪来哪清楚。啊，哪来哪有感恩的心？讲虽然过去拢总唔知，嘛，逐项拢总唔知，不过上帝真有关联的手哈，就一步一步引出，到今日拢唔敢懈怠吼，拢一直伫所交代讲，感觉拢尽力来完成安尼。所以是无输影响到司仪去读新学院吗？无呢，因为你有生死关头啊，司仪是什么关头？什么关头？哎，现在我们先卖个关子。对对对。哎，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不适合当一个牧师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很坚强。九月二十，我都要毕业，我在训练那个特工队，要浪费一关。哦，神风特工队。对。阿丽哦，我们这个连同学，你想要来去打新郎衣？我在想讲哦，伊可能是想要做，牧师界林志玲。啊呢，咱来问下。因为魔术狂人拢做严肃哎，啊，我叫你要勾追甜美的女生哎，这么年轻。我跟你讲，这个哈，如果真的去教会，我胸襟还会有一点的爆满。真的哈，要像银行这样拿那个号码牌，看我都听一波回。然后来问一下，哎，为什么你想要读神学院？其实爸妈妈也都是反对哎。哦。好，那问一下，有梗喽。然后我们先问一下，牧师为什么要换队？啊，我想我跟田牧师的心想差不多哈。其实做牧师有做些辛苦的所在，不为人知的苦处啦。表面上是台上该光鲜亮丽哈，啊，其实有真多困难，包括家己的软弱、人性的征战。因为牧师拢一直在强调迄个神圣的一面啊，其实有很多不容易。啊，佮面对汉尼济人哈。真侪时阵，你搁看他做嘛，做侪人也不满意嘿，啊，而且真侪所在都很辛苦，啊，所以我咧感觉讲，伊若读师大教育毕业，我感觉讲也当去做老师，还可以做其他的啊，做老师也可以传福音，也可以服侍，这样就好了，为什么要去去做专？为什么师爷讲？其实我想法很简单，就只是想要多认识上帝一点而已。然后就想说要多认识上帝，应该去到一个学习认识上帝的地方啊。然后那个地方应该是神学院吧。结果进去之后发现跟我想的都不一样。有什么落差？我是一个比较情感奔放的人，然后我比较容易是在诗歌啊，或者默想里面、祷告里面去经历神。然后可是进到神学院里面，神学院比较多，其实是在训练你的思维，然后你的思考要有系统。然后怎么样？对，就是要训练你的思考，用神学的方式来认识上帝。对，然后一开始其实落差很大，然后有一阵子就想要放弃。嗯哼，在研一下的时候，对吧？想要放弃，那后来是什么力量让你继续？就是爸爸跟妈妈的爱。嗯，爸爸妈妈怎么样鼓励你继续往下走？就是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不适合当一个牧师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很坚强，因为当牧师其实要很坚强这样。其实是我跟你讲，我告诉你哈，我过去做了这么多工作，也认识很多社会上大家看到一定要很坚强的，其实没有人是100%坚强的。真的不好，对不？对，没有那个，没有那一回事。大家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让爱
假装勇敢。嗯嗯嗯，真的。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嘛，可能会感觉讲啊，敢那咱人一定要活到足 perfect， 其实唔免。那时候爸爸是怎么样鼓励他？为了就是徛伫信仰啊，帮助你啊，会通啊厘清啊伊家己的问题，啊家己的决心啊。其实阮真啊，给囡仔真大的自由，啊，我嘛有一个确信，就是讲啊，生命吼是无限的宽广吼。其实啊，我嘛相信上帝会带伊的路啊，无论去做禅啊，去做任何代志，我感觉每一步拢有上帝引带，所以阮啊，改过来讲，免过头啊烦恼啦吼，就全心来啊信靠神啊，将自己就。啊，完全的仰望啊，祷告啊，神就一步一步带领啊，总是那个难题一定会过去，也会越来越清楚。可是爸爸那时候他这样子跟你讲的时候，自己会不会很心疼？也还好了。其实我刚刚做基督徒就已经很快乐了。对，我看到每个基督徒都好快乐，欢喜的喝啊，杨景波这波书买起来快乐。那我们要来问这个我们现在的牧师郑牧师哈，啊，你敢有想过讲，我也是在做八行工课不？你敢有想过你的？职涯人生的职业生涯这条路顶头，你有想过其他的选择了吗？啊，其实伫个过程的中间，当然咧想讲过去上帝引导我读大学是学的是国际贸易啊，结果出来后来读新南院，甲这拢无甚物关系。读大学迄个过程是啥？学习上帝要学习啥？啊，其实伫大学的四年中间，学习足济啦。我把大腿断去，啊，把伫病院中间待几个月，后来佫因为安尼，所以袂当上正常的这个体育课。所以其实后来伫遐过程的中间，就是安尼去看见着上帝一路一路引带，要行就一条上帝所期待的一个献身的路啦。所以其实后来就唔捌咧想讲要安怎去行这个国际贸易的部分啦，吼。啊，无为着台湾来讲，台湾即马伫国际地位。真弱的下面哦，台商咧拍拼，也是真正爱为着台湾出声。对啦，但是因为伫上帝国、上帝的需要，咱个机会确实，咱都爱真清楚行这条路。无论这条路偌辛苦，无论这条路真侪时阵爱付出牺牲真侪哦。啊，因为我过去后来新南伊比较大部分是做这个大专工作，做要九年，后来去是总会，总会都开始嘛是青年大专负责五年，到尾啊较侪在负责。有七年有这教社发挥个社福，啊，迄段期间都参与伫真侪咱的台湾民主运动开始的，所以真侪时阵伫街头顶面，啊，真侪时阵为着咱的台湾的国际地位，爱去到伫国际的场合内面去伫遐发声。啊，即个中间搁较看见，这嘛是我过去上帝给我训练啊。迄个国际贸易的部分是包括台湾怎样伫普世国际中间会当出声，会当互人看见。台湾的困境，看见台湾的问题，看见台湾的困难，安怎会当三个关心伫个中间来支持台湾，为着台湾祈祷，这是我看见上帝给我的一个使命甲责任啦。你爸爸没有影响你吗？爸爸当然有影响我真济啦，特别是影响上大的是因为伊过去伫个生命上甲家庭协办中心，爸爸是伊的受护调一个理念，就是讲牧师唔是干那停留伫教会内底，哎，行出去教会。对，伊爸爸伫伊捌年轻的时阵，捌有一年去美国留学，伫美国留学了，学的物件就是免啊教会甲社会当结连做伙啦。啊，所以爸爸伫个中间后来就是感觉讲牧者唔是停留伫教会内底，爱踏出教会外口。迄个物件是后来我新来毕业了咧做的工作，差不多拢较侪是甲社会接触较侪，包括即马立义公教会，义公教会是真特别的一间教会啦。全台湾基督教中教，伊一间用迄个发生黑暗三个人往台死的所在变作教会，啊，这当然是真特别。啊嘛是全世界教会做个支持奉献，才有今仔日义公教会啊。所以这个物件当然是有影响，不是无，啊影响是更加让我看见我的使命甲责任伫倒位啦。上帝要咱引出这条福赛的路。郑爸爸有没有很高兴？你的影响力？影响到你的囝哈，但是愿意讲，我要行出去，我要影响这个社会。我一直感觉一项就是讲要做牧师迄个调兵吼，不是感觉讲这是我的职业的一项，还是讲我到做啊那教会那发生什么代志啊死掉了哟，不是迄款的，完全是调兵。我这个调兵哦，咱台湾的中间所有的牧师，干那我一个捌有经验哦，
第二次世界大战，你那边出事的时候，我做空军，是日本的空军，啊，搁伫日本受训练，九月二十，我都要毕业，我伫训练迄个特工队，要落去迄关。哦，神风特工队。特工队日本的叫托古代，台湾的叫大古代啦。你是我第一个熟悉的，神风的迄个。我那时候在练嘛吼，啊，九月二十，那毕业唔知伫倒啊啦。总是天空啊，你升空啊，总是八月十五正正煞，所以三四十天才救着命。迄阵我都二十岁，啊，阮的教官定定嘛讲，你的人生二十啦，啊，我就讲，安尼差不多啊，都啊，搁为着日本死咧，台湾人吼去日本遐咧做兵的啊，啊，所以回来是我头一个，我回来看到我的老母，我的老母哦，矮矮胖胖，啊，我三年的中间治病啊，全归咱散去啊。啊！看伊，我等下就咕嘟，不叫老外身边个中风了。不过我甲老母讲，车呢不是我的，我来奉献给上帝。啊，阮哥哥已经在做牧师了，啊，我搁做牧师。后来第三个这个吼，我那甲做牧师，所以阮安尼感觉讲，有迄款的一个背景吼，阮三个定下咧三个咧啦，含这不是牧师的兄弟哦，咱的调性是就是免改变，不改变。啊！伊拢在，囝拢知影讲，老爸家己捌落去管的经验安尼提起来哦，所以因番啊深深有体会伫即个。啊，我不过虽然是安尼，不过足快乐的啊！我感觉人生二十无死吼。嗯。剩咧拢扣来。我到八十几岁拢真落 bonus 啊！哎 ，bonus 拢在红利红利。对啊，啊对对，我囝有在讲哦，我拄哦五十年前我都去美国，我做交换博士，啊我有去啊一年。啊！我去学两项，这两项影响我非常大。一个就是讲教会伫社会要做啥物，咱拢嘛讲啊，你来做礼拜，来做礼拜来哦。啊，拢袂记你讲来遮做了训练，出去外口要做啥？所以或者讲其他的六日你要做啥？这头只。第二项就叫做协谈，足新的、真新的，叫 counseling 哦，足新的啦。啊，我拢唔知影迄个物件。总是后来伫遐学倒来了吼，啊，我一直搁在爱去学习。落尾我有创一个协谈社伫马街病院，后来迄个渐渐变自杀预防中心，后来变市民线，后来家属法庭、电影院里遐家属法庭，啊，这部分拢去，我拢一直去帮滴，哪来哪看，挡袂掉啊啦吼。啊，落尾吼，迄个民族晚报请我写专栏。我甲巍巍无人，伊在写一遍啊，我伫写伫一遍写五年了呢。啊，甲总管啊，一个做家庭漫谈，我去啊，啊，专门在放送哦，一个节目有十三年久。啊，这拢总在帮助我吼，讲安尼要安怎教会啊，都伫社会安全啊，这囡仔拢有得看。啊，我看我的囝儿安在行这条路线，我心内就足欢喜，足欢喜。足安慰的哈。好，咱先休困一下。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我爸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然后小时候都过很苦嘛，然后他自己就很舍不得用啊，然后都会跟我讲说他以前就是番薯就丢在床底下，然后就长出叶子来，然后就吃这样子。特别是母亲节吼，我两个我夫妻坐在下骹呢，听家己的囝弟啊吼。感动，你感动，足感动的啦！哎，是你，你相信这未来，起码现在有三位牧师，一位是退休的，还有一位是未来的要当牧师啦哈。我相信他们在亲子关系上面啊，一定也有很多让人很感动的事，那也有很多让人很头痛的事，跟来挖掘人的内幕，好，挖掘内幕啊，哎，这个我们先从这个妹妹来，思怡啊，思怡啊，思怡，爸爸做过最让你感动或最让你觉得头痛的一件事情，我爸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然后小时候都过很苦嘛，然后他自己就很舍不得用啊，然后都会跟我讲说他以前就是番薯就丢在床底下，然后就长出叶子来，然后就吃这样子。真的假的？你家的番薯叶可以长叶子？对，那是储藏含集修行精髓啊，啊吃不起啊，啊所以给藏在那个储藏在那床铺底下门层卡，啊故意发芽，啊发芽番薯叶都长出来，因为门层卡是。潮湿嘛是土，不是这块水泥啊。哦，这个是你最感动的，爸爸很节俭，你会感动吗？
重点是他很节俭，然后我不太节俭。然后呢？然后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啊，就看到有一只手机，那时候还蛮新的，然后我就说哇，我想要这一只手机。结果隔天，然后我爸就说你的手机在桌上。爸爸，你吃多少发芽的饭？数不清啊！咖啡就那支手机啊！那时候你耐心讲要买好钱。我拢家己不断地反省，因为我真惊讲我细汉啊，伫艰苦的环境大汉，啊，咱知影环境会予人的人格有时会扭曲，啊，所以我真第一家己讲，啊，我会当勤俭，会当勤俭，啊，不过莫变作荡生，变作啊吝啬啊，安尼都不好。连牧师，我等下甲你讲，我喜欢哪一款手机。不不不，那怎么换过来啊？这个小朋友啊，这个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事情他做的觉得让你觉得很贴心的？其实我女儿哈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一直都给我真真安慰啊哈，因为本来就真温柔、真贴心啊，真捌想啊，伊的功课、伊的身体，伊拢家己治理得很好。其实都没有让我们操心，不要让我们操心。好了，没有让你操心，那也没有让你头痛的事情，有没有做过让你头痛的事情啊？到今日我都对拢真满意，但是有几项无满意。什么代志？就是哈生活习惯了哈，房间哦做乱的啊。我真安慰就是讲不是安尼俩，这代伊那拢同款。裤子带到安尼啊，裤子脱下来就走开了，真假有？人就走掉了，哪有？裤子脱下人就走掉了，晚上会让你知道说，爸，这曾经有我的痕迹。再起来免记名牌了，免了，我现在已经看惯了。不是，没啦。你怎么辩解的？没有，先等一下，司仪好像晚上还要睡啊！真的，为什么要折棉被？你大家拢要困嘞，你为什么要加挤嘞？啊，唔是咧做兵？啊，再过两年就出去了。对，可以啊，你今年没有的责任了。要结婚了是不是？再过两年吧，应该会来。OK， 好，那这个呢？我那先来问郑爸爸好了。好，这个孩子有没有让你觉得你？很头痛的地方呢。细汉的时候，大家咧大汉咯，爱教育。当然，我做老爸甲老母做阵咧甲教育。对点来甲看，因我这四个囡仔吼，含一般来评价，大家拢真乖啦，拢会听话吼，啊知影啊教会啊足热心。啊，因要去外国的时阵，头一项上要紧的讲，爸，我去头一个礼拜就对去教会做礼拜。我的囡仔两个拢伫，即卖还过两个伫一边哦，一个伫教会做长老哦，教会当中伊伫负责，真乖，连个新妇也足乖，大项哦。我即卖干呐，为着伊伫担心一项，就是义工教会牧师哦，责任真重，那个真重，因为教会本身的迄个聚会同侪较无要紧，反正是外口，外口人咧对你的期待。哦，为着台湾的乡土要安怎拍拼，为着做什么厝安怎？啊，伊个我了搁伫纽约，我伫遐十六年嘛吼。伊中间伊逐年拢爱带团来去啊，联合国都爱去游行哦。啊，伊拢做头啊。当然我足欢喜，伫遐看到寄来安尼吼。啊，不过吼担心伊的身躯健康的部分。伊嘛同款对阮的丈母迄边团来糖尿病，啊，我那拢有啦。我阿公阿婆两个拢有哦，啊三个达波拢有哩，啊伊话有，所以足注意讲迄个健康的问题，啊即代爱配合，因为牧师本身哦，你若代志多哦，造业足多哦，啊伊都无注意讲。可能这是上所以有寄配啦，敢那健康好，你烦恼。哎呀，但起码寄配是伊个家庭的情况。那郑牧师哎，爸爸这样说，有没有注意自己的健康？我行，真的很忙。我相信牧师，一般来讲，牧师其实吃的、生活各方面其实都很不健康。我讲老实话，爸爸跟奶烦恼也健康，但是拢唔爱在烦恼家己的健康。我的健康都差不多啊，都起码保那死啊呢。你看，要保那死啊。对，做事大人拢安尼。我十四五年前开心脏，伫纽约开的。所以今晚我那爱真注意，啊个糖分，逐日拢有咧注射。对嘛是，迄个陈长老师讲吼，就感觉讲他现在是药人，
哎，单独用个书了，就刚刚讲讲，他现在是药人。我讲你做中委议长，本来就药人啊。如果不是，我是吃药的药人。吃药人，那感谢兄弟，我们现在都是药人。你有哦？有啊，他刚刚吃四粒药啊，四粒吧，那个王姐，我高血压啦，心脏病。所以林刚吼，这几个无输的，当个可以健康一点哩。虽然农药人还这么喜乐，对啊，真的是有神的灵啊。曾牧师，我还没有，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都还没讲你答那个。有啦，其实我四周围的教会中心兄弟姐妹拢会甲我提醒啦。不是干啦，牧师娘提醒，厝里人提醒尔啦。教会兄弟姐妹嘛知影，所以常常咪甲我提醒爱食药啊，爱固定食药啊。啊，什么代志吼？爸爸做的吼，还你真感动。上感动的是我后来咧读神学院的时阵吼，啊，我神学院迄阵啊。同款读神学院，但是迄个时阵有即个台北大专有邀请阮神学院去辅导一挂大学的团体啦。伫辅导团体的时阵，有一边来阮，迄阵阮爸爸伫台北大门教牧会，啊一边暗时来聚会，啊做我咧分享，咧问着讲我迄个献身的经验，就拄好讲啦。原来爸爸无同意嘛，吼，啊爸爸，但是后来伫迄天咧分享的时候，爸爸特别有讲，就是讲，其实伊毋是反对啦，伊其实是。就是讲要让我确信，讲我要献身的路是一生的路，唔通一时的感动啊，底下要献身啊，但是后来发现讲，唔是真正要行一条路。所以伫迄个中间的迄个肯定，就是讲肯定讲我要行一条路是真实的，啊嘛真清楚上帝旨意，啊所以看咧扶持甲肯定，迄让我得到真大的鼓励啦。哦，对你今仔日。要行迄条路，当然拄开始的迄个烦恼啊，是讲迄个提醒，到尾啊，伊愿意伫迄中间来甲我支持，啊，常常替我关心甲带导，这是我感觉上大的一个感动甲感谢。到今嘛嘛是啊，爸爸妈妈常常为着我咧所做的工作，哦，无论伫教会中间，无论为着台湾也好，啊，是伫台湾的社会中间也好，咧做这工作，因常常。嘛是咧替我祈祷啦吼，即马退休回来去美国16年了，即马回来台湾才1年外，啊巡回去真侪教会啦，然后一个月至少他一个月一遍的来义工教会来做礼拜啦，吼啊爸爸拢讲坐伫下面听我讲道吼，你会紧张啊未？我当然会紧张啦未，因为有感的。义工教会常常唔是干咱一个牧师坐伫下甲听讲道，通常两个到三个牧师伫遐来参加礼拜，因为即马到退休牧师真侪啊啦，哦，包括阮前的即个总干事因开始牧师嘛是固定的常常来阮义工教会礼拜。哦，你压力就大啊！但是我要访问一下吼，爸爸，你也听伊咧讲吼，比如讲即个讲到圣经某一个。告诉还是某一个章节，讲，哎，阿姐，我跟我古早的版本无同，你也跟伊讨论无？有，敢那有时啊吼，会讲到伊咧讲到迄个台语倒一句安怎的事，我啊，这个话你应该都安怎？转来厝有时啊，伫讲话时，讨论嘛，会去讲到安尼。啊，那伊的迄个新学啦，种这部分。诶，免烦恼。时代无同款，但是对这个圣经的解读，还是讲你要传教的方式无同，你拢会接受的。我是上欢喜，就是对这有在讲哦。第二讲，我特别是母亲节吼，阮两个，阮夫妻坐在下骹呢，听家己的囝弟啊吼，阿你讲到足感动的啦。哦，这是正正讲，有影讲做老爸吼，啊，看到囝弟啊在做。啊，当然不是讲干啦，牧师的囝较有在真正咧做工，其他的三个大家妈妈足拍拼安尼吼，啊，遐就是咱的心内会真大的欢喜。啊，因为我本身去望到这个代代，真少牧师去望到，就是讲我都爱去望到遐自杀的问题，啊，甲迄个一挂离婚的这个问题，我捌一段吼，一礼拜中间都爱去哭讲离婚的，都。电话呢呀，啊，一礼拜台去马街那边就是自杀，无死的人，该讲安尼，哦，我讲哦，我差一笔啊，特别自杀咯，哦，我咧无咧，啊，离婚自杀足多哦，啊，去帮到遐吼，如体会讲，哦，你家己的家庭爱顾足好势，我望会当真帮衬，唔来干那家己的家。我那呢，直接食安济吼，连牧师吼，新学生的时代嘛，伫我的大门教会，老师，我那呢，啊，所以我那做神学生嘛，底下实习，足欢喜，因这新学生来哦，我那，我望因底下会当看足济，本身炸物件，顿起来做，加做伊家己的物件吼。看到家己的囡仔，你喺顶头讲到吼，是不是真的很以他为荣？对。
感动呢，感动。啊，我以前哦，拄到一个牧师，即个我那作息个议题，加拿大足久，即嘛等下离家。迄日拄到我第二工咧做礼拜，礼拜煞来甲我讲，哦，你足好奇个呢，你做爸爸听囝伫遐咧讲道，我唔捌。伊嘛是牧师呢，哎呀，爸爸嘛牧师呢。伊讲我头摆徛台，也是阮爸爸已经转去啊，无伫咧啊。是是是是。嗯。Bonus， 兄弟，你真是 bonus。多谢。好，咱先休困一下，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每次你都说在两年啊，你就不用帮我收房间。可是每次我晚一点回家，你都一直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才要到家这样。所以，你若伫升学上吼学习的过程当中拄到困难，是问爸爸较济咧，还是问教授较济？都会啊，然后问爸爸比较多，其实是台语上的问题。哎，台语哦，你听说刚讲我都没有台语讲。对，你听起来爸爸的问题就多。因为我点解我之前在那个大职教会实习，然后我就甲台地教会两座大地教会，那就亲像安尼。大地教会，你要大地教会啊？我就爱选两工的片，爸爸听过才会使。啊。啊，爸爸嘞，不，这个他常常来请问你吗？有啦，啊，所以要讲到的时候，哎，我感觉有真有哪来哪进步吼，而且伫迄个啊，话语伫台语的表达较进步，我感觉伊伫伊的内容顶面嘛真好进步，像讲顶啊月日啊，伫阮的教会讲到。哇！大家啊，遐个会友，也是讲遐听到，大家拢对心底安尼真大个娱乐啦吼。啊，所以伫后礼拜啊，八月还有一次，也阁可以来讲到安尼吼。因为啊，伊即个暑假拢伫马街 CP 的训练啊，所以就无去教会，啊，所以拢等下家己去。但你们烦恼，我跟你讲，我即个陈文生讲了，唔是改拜，真的有缺点。我第一届演讲吼，因为迄阵时段有即个政治事件，啊，去用乖。所以爱我爱去你演讲啊！我写我爸爸是无罪的。哎，我不要讲答案，我要看我爸爸是无罪。我讲我爸爸是有罪。这句话吼，连差不多两点钟，因为爱进录音室要录起来，算来迄阵我才十几岁尔吼，讲两点钟，我妈讲。恁爸爸本来还放出来，结果你即句话，乖你，哦，差这样多哦，差这样多，其实这就是爱练，真的，夫人就是练久的厉害啊。爸爸有没有常常给他勉励？啊，我想啊，不只是我啦，因为我的牧师娘哈，啊，是讲伊的妈妈嘛是牧师，所以除了伫信仰上有一挂信仰上一挂交配啊，是讲讨论。啊，是关系在生活，啊是讲啊交朋友，啊是安怎在种种问题，其实妈妈嘛对真侪帮忙啦。你爸爸家己的教会伫遐讲道的感觉安怎？紧张。爸爸妈妈这一代卡。紧张哈，啊就惊讲，哎，你来会给你批评啊，是安怎？其实我上次讲到的时候，看到爸爸在下面。很欣慰的笑容，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郑爸爸嘞，有没有给这个我们的郑牧师啊？郑牧师其实现在也是你心目中的大小孩了啦，哈。对啊。哦，在他一路上牧会啊，或者是做各方面的事情，你有何真侪建议啊？我想伊到那来伊的经验。因为伫大专啊，学生即个代志后来社会部分都辅导我咧摸着同款遐物件，啊伊即卖迄个范围搁较宽。我逐摆迄阵啊，定最爱听伊咧讲迄个921的时阵安怎去啊，咧拍拼个安尼，伫前线待两礼拜，我拢待待遐找无人，为着咧拍拼迄款的故事吼，啊伊伫感觉讲伊安尼正正为着付出，为着咱家己的台湾乡土，安怎听安怎咧做吼。所以我實在是无，已经无甚物款来讲安尼，还阁偌侪期待啊啦，已经做真侪。干那有时啊，迄阵干你去想着啥呢？因为我这是古早人，受日本教育，所以我的册有真侪新学的册咯，无论弄个日本的话真侪哦，伊不要读啦。哎呀，这样子不行啦，这无法度啦，这无法度啦。
啊，今麦阿 U 喂哦，今麦够会使，够会啦。你要较搞。啊，我唔讲哦，我即款的特色哦，有一项就是，我即麦有在关心一个，这31年啦，用日本话的一个聚会啦，而且是日本人古早对咱台湾人，啊，唔多福建话是台湾啦，而且都无登记日本啦。啊，遐个人去甲团福音，你根本无退休嘛，也无阿多，唔知咩，唔知咩，那么提都不要。嗯，过过几段呀，讲上帝过好啊，过2年3年，因为我开刀的时候，我甲上帝祈祷讲，开刀安尼哦，唔忘医生甲我讲保证10年啦，我說哇，那10年我足欢喜，那有10年我嘛足欢喜，啊，10年也过了啊，即马我跟他期待讲过2-3年啊。不是都2-3年啊？上帝哥，好啊！第四间。上帝干嘛讲你还够继续？唔知呢。那郑牧师再问一下啊，你对自己的孩子，对啊，有没有这样的期望？就是说，家族里面这么多的牧师，你看呐、啊，弟兄刚有几年两个，他们也想要走上这条奉献的道路。即卖囡仔吼，其实是爱予伊较大个空间，家己去思考家己个未来，家己要行个路啦吼。啊，其实我若讲用我做爸爸这个角色，我是上实际的啦。嗯，因为我对，因为我对我的新男伊毕业了，我唔是马上毕业结婚啦，毕业了4年后才结婚。嗯、结婚了以后，我做台中工作，台中工作暗时拢咧走团契。所以囡仔出生了，我差不多我是日时到公园啦，真的是暗时。暗时爱去团结，啊！你是只高音啦。后来去总会较无闲，所以其实我有两个大波囡仔啦，哦，啊，两个大波，即马一个大学1年，一个今年都高中毕业啦。囡仔成长过程中，差不多拢是牧师娘，一路陪因大汉的啦。啊，这个阮这两个囡仔个细汉时拢过冬了。哦，嘿，所以我牧师娘用真侪时间拢爱陪伴因啊，照顾因啊，陪伴因大汉安尼啦。嗯，我特别感谢我牧师娘即款呢，伫家庭中间做妈妈迄个角色啊，陪伴这两个我的后生大汉安尼啦。啊，这点我是爱检讨，讲我无够尽职啊。你袂使跟他底下检讨啊。我希望哈，今天可不可以你对这个。Camera 讲哦，你刚刚对这个牧师娘的亏欠哦，你付出这么多，还有你本来是你讲你拢做这个配角，你孩子长大的过程，你拢做配角，啊，你没事，你今晚买来做主角，啊，有没有一些话发自内心，对我们家人来说一些话，嗯，感谢牧师娘，感谢你对家庭一贯的付出啦，真正是感谢，因为那无伊吼。我的家庭中间唔是即马即款情形啦，嘿，我会继续伫我该办的角色顶面做一寡检讨、反省、甲改进。今天这是爸爸节特别节目，你还要对两个孩子说，孩子，爸爸以后安怎？你跟他们讲一下。那要对因讲是讲，唔忙因会当伫即个甲上帝关系吼，会当搁较亲密，啊嘛会当伫迄一生的中间，搁较看见上帝对因的疼。啊，欢喜伫迄个信仰的顶面去肯定上帝安那引带因，人生会当更加活出上帝欢喜，这是对因两个的鼓励甲祝福。嗯，那牧师咧，对女儿啊，我望伊伫啊以后诶服侍啦吼，啊，拢会通真忠心啊，真谦卑吼，啊是真正挖靠上帝来服侍吼。啊，嘛真会通安尼伫服侍上帝路顶面啊来经验吼，啊上帝真大恩典甲祝福啦，哎，这是我对你的期待。嗯呀，爸爸说这么多，你有什么想法吗？我怕我会哭哎。讲啊，没关系。对啊。就是，爸，谢谢你，一直都那么爱我。嗯，然后一直都跟妈妈一起，就很支持我。就虽然你们没有一开始没有很赞成，可是你们不管我做什么决定，你们都支持我。对啊，然后每次你都说在2年啊，你就不用帮我收房间。可是，
可是每次我晚一点回家，你都一直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才要到家这样。爸爸好爱你。嗯，虽然你没有说，可是我知道啊。嗯。然后我也很爱你，然后不要吃太多东西。爸爸爱吃东西啊。我跟你讲，思怡，你不要哭。等你要嫁的那一天，你爸会哭得比你惨。没有，我先跟他妈妈打赌了，看谁先哭。我说我绝对不会哭。我告诉你，牧师已经讲到快哭了。我参加所有的婚礼，拢是爸爸嫁查囡，拢是爸爸好。不要再说了，真的。我也是女儿。二十年，杨晴也会哭。那小慧正牧师，呀，我想这是爸爸节，最后要跟爸爸说什么？多谢爸爸，予我会当伫人生甲生命学习的过程的中间，予我看到学习的对象，啊，予我会当搁较看见上帝对咱的疼，上帝对咱的期待，上帝对咱的恩望。真爸爸咧，你嘛是一个爸爸，而且是资深爸爸，啊，你要甲你这个做。这个走这个奉献这条路已经27年啊，25年啊，这我想爸爸节给他的这个赠言，你要跟伊讲啥？啊，我唔望伊有真正迄、那个讲伫上帝，对上帝有迄个信心，啊，对人有贴心，对土地也有情。啊，这个、土地这部分伊拢无问题，伊都为着台湾读啊啦，拢，我都讲汉字啊啦，你吼。啊，不过这嘛是阮的精神啦，心内足疼咱这个土地，希望将来更加民主，党会更加好势，啊，会更加侪人得到真正的祝福。啊，做堂教者牧师会当做这款的安尼服务吼，这是非常宝贝，非常宝贝。所以我想行这条路，我家己拢永远无后悔。啊，看起今日也得安尼。嘛是足欢喜，啊！佮其他的囝儿，还是下代遮的吼，无论倒哩做甚物款的代志，我望因安尼真正尽本分，也要想着讲，佮上帝的关系，佮别人的关系，佮边啊拢总的关系，拢会好势。OK， 大家有没有见识到不一样的爸爸？我相信提杯心哈，也希望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哈，也能够有这样子有疼有爱的心哈，能够对着你身边的人，对着这块土地。今天这波告假，多谢你的收看，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拜拜，拜拜，谢谢，多谢，感谢，感谢，辛苦了，辛苦了。